警方下午才销毁烟花炮竹，傍晚就发生了爆炸事故。吉隆坡显都警方上个月取一批总值41,000,000令吉的烟花炮竹，在事隔一个月的今天，召集媒体到显都警区总部的政务仓库见证销毁全过程。在销毁现场，警方出动了消防车和挖土机，把烟花炮竹分批卸下集中之后，再用水枪喷洒湿化，最后将其铲平，仪式才算完成。然而在下午的约6点，现场传来爆炸声，且不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滚滚黑烟直冲云霄，情景骇人。